大家好，这里是破灭排球。2019年女排南京总决赛，中国女排大战土耳其。大家注意，阿克曼这个背飞根本没扣过网，中国女排姑娘当场示意，裁判还是没吹。这分结束，安佳杰想挑战也遭到主裁拒绝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We are entering the first technical tournament, number three.